真的停，他让我摸啊，他可以停四五秒是可以。我觉得这不太可能，他能控制自己的不随意机？对，他就可以停。哦，神奇哦。对啊。那麦再打再重新启动的时候，那师爷也会有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啊，他就呸，不会了一下就跳了。这样他不会，血压怎么不会？不会啊，人头脑停多久才会有伤害啊？缺氧。所以乐昏都没有事情啊。我去日本跟杨旭哥打架。我刚刚打我这次上次日统就被乐昏三次。乐昏啊？正常的就乐昏啊，就是你动就昏倒啊，昏倒一下。有一次我昏倒以后就昏倒，我就飘在一个云端很幸福的地方，真的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，这样哦起来了。是啊，那个人叫我眼前，然后我叫我刚被昏倒就被乐昏倒。哦，是啊。或做梦，你会有乐昏三两，你会做两三个小时的梦。哦，真的，而且他起来第一反应，我现在有叫，现在比较不会那种不思议了。有一次我说选拔被乐昏了，我就做了三个小时，大约三个小时，然后起来，你是谁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在干嘛？我只被乐昏三秒，那裁判就说你刚刚在比赛，你被乐昏了。有这回事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就走到旁边慢慢思考这件事情。过了一分钟，哎呀，好像真的，我有被乐昏，我刚刚在比赛。我一分多钟我才回神，我真的有在比赛。他跟我讲，我真的不记得我在比赛。那你昏大概多三秒，三秒，就是他的吉祥的我，我撑住，就是好讲真的，因为他看起来貌不惊人，我想说这个人一定很烂。他勒我，我连我手要放进去挡住他，然后再过位，干掉这个那么烂，我脖子够硬，我不用挡，我直接过位，我就过位。然后就蹦就倒了，然后就三秒了，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来不及防，蹦就昏了。对啊，就那个后来拿冠军了。那这个一烂咖，你知道我干嘛要防他的？不用防啊。